Tick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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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om. We're bringing the noise. Baby, we bringing our toys. Separate me from the boys. Think it should be on the void. 就要熄火啊，哎，炭烤的节奏。现在呢，外面的温度是102度，但是这个水泥地板加上来的热气呢，这个是火烧不了的。那今天我又带大家来到了 Happy Home 这个社区 ，Olympia Walls。这个社区呢很受大家欢迎。第一个呢，它的地理位置优越，近中国城、唐城、医学中心、市中心。第二个呢，价格是比较实惠的，而且目前的话，现房的优惠力度很大。今天呢，我带了一个客户刚在这边又订了一套，加上前面客户订的这边总共有7-8套了。那如果感兴趣的，请跟我一起来看看吧。那这前面的那个 section 基本上都快入住了，这边是一个新的 section， 那边是湖边高速。那这个户型呢是个小户型，价格呢20多万，现在20多万能买什么样的房子？那我们来看看吧。这个快交房了，这个应该卖得很快。你看它这个外观是升级过的，有带石头，配上墙上的砖，颜色是挺好看的。这个是1234大小的户型，三房两卫。来看看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喽。这边是全屋都是会升级成地板，一进来这边就是客厅的空间。这个有样板房出样的，样板房我上次有拍过视频。这个适合小家庭、单身 ，start home。台面和橱柜都进行了升级，这边是餐厅的位置，一后院。公共区域就在这边，那这边开了一个大窗户，显得更加 open。啊，为什么现在就来拍？就是因为觉得这个20几万的户型现在很少，而且这个地段还比较可以，靠近医学中心、中国城、唐城，在周边很多商业配套，而且亚马逊的物流中心就在前面。那目前的价格是28万，如果感兴趣的还可以砍价哦。这里是厕所，这洗衣房的位置，这主卧，这边 HOA 是700左右，地税是3.2左右，总价是28万。28万买个这样的比较现代风又比较 open 的一个户型，在市面上还是比较少的。怎么样？有兴趣的联系我。